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。 这个研发组活动不换地跑，继续是指定队伍上阵的剧情关卡。虽然敌我双方的实力是非常接近，但由于失败的条件只是得我方全面的关系啦，所以都是可以放心自动地按下去的。我们明天的剧情关卡再会，拜拜。